西珠晚了，你让他起来吧。办事儿还得用他。我是为龙先生办事儿，不是帮你救什么人。如果你又因为私心妨碍了龙先生半点大事，我还会杀你。 鱼肠剑是好剑，可如果自己的剑到头来却砍向了自己的亲人，我就当他丢了。 不准伤老！不准伤老！
快生产！真的。刺客呢？跑了。杀了人还回来，哪有人这么傻呀？人在不自信的时候，最容易犯错误。你们两个跟我来，恭送各位相客、信众出门，立即官司。好的，快快快！所有警僧到我这里来！所有警僧，所有警僧到我这里来！寺里出大事了，我们得护寺。现在六个人守这里，六个人守门外，六个人守门廊。啊，快点快点，动起来，快快快，动起来动起来。站着总会吧？会。但寺里没有武器啊。哎呀，随便拿点趁手的就行了。走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走走，走！整个城在等着咱们呢。守拙城。山高皇帝远的，要谁想以此为名从头来过，倒是不错的藏身地。你这是劝我逃命啊？作为女婢谭琪，自是不该说这样的话，但是作为大唐子民的谭琪，我就是想看好人有好报。老太见你漂亮，烫头了魔鬼。我替公子在官场上走动久了，见到的竟是些身在其位却遇事蹉跎的人。公子呢，虽然出身贵胄，但他们其他无权，也视他为蝼蚁般看待，所以做什么事都很难成。我只是觉得这一天天过得特别没意思，但今天在长安城又遇到像你这样的人，我突然觉得这长安城倒有它可爱之处。所以我也想尽自己所能，做些更有用的事。玉，是你用鸽子向郭将军传的信？雄图在何处？